听了刚刚十首作品的演出，真的是觉得感受到台湾这个学国乐的年轻一代的创作的活力，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开心啊。那当然这个其实在我节目册里面的那个序言里面我也特别提到，真的是要非常感谢这个前理事长苏文庆苏理事长在之前的大力的推动，那这个真的是建立一个买一个很好的一种机制。那当然现任